欢迎大家来到西门子摊位。今年的西门子就如同以往，我们提供了客户完整的软硬体的产品，在这边跟客户介绍如何使用我们完整的产品线来客户协助客户进行企业数位的转型。那所以其实在我们的展出内容有包含了我们所有的硬体、软体，还有甚至我们的 AI 平台。那在产业的部分呢，我们也有针对电池产业，针对食品制药业，也有针对基础建设，举例来说像水跟隧道工程，给予客户一个完整的方案。那其中呢，大家可以看到背后的最重要的亮点，就是这一次我们结合了业界的一些最新的技术，整合在现场，让客户了解到实际上呢，可以搭配机械手背、西门子的软体，以及 NVIDIA 的 Omniverse 的功能，可以在整个生产线从设计执行到最后的投入阶段呢，都可以利用数位化的技术来协助客户做到最好的设计以及最佳的产能效率。那欢迎大家呢，在这一次的自动化展的期间呢，可以来到我们摊位，让我们为各位做一个详细的解说。